后大家看一下民调，林立四案73%认为马政府还有未爆弹，艺术工吼一个五，那这个要跟哪一个一起汇合呢？就是讲大家相信还有高层涉案哦，这个要跟这个民调哦一起来看，因为林案有无更高层涉入，有66.7%认为有更高层涉入，所以你讲这个情况就这么简单吗？那个看了讲，昨天廉政署各个抓弊对象拿补助，这是有够离谱。所以昨天我们就这一段，我们也讨论了相当长的时间，告诉大家可以这样子做吗？所以那个为这代志，综合起来看，我们要看的是什么？我们要看的是这个政府的一个态度，这个政府包括行政、立法、司法态度到底在哪里？真的要把这一些有问题的毒瘤，马英九讲的毒瘤要拔掉吗？还是说，赶快掩盖起来，办到这里就好了？大家民众都在看，小段。其实头拄啊，高雄兄咧讨论讲副总统呐，真正落台要安那补选，实在是足无聊，因为都未发生。哦，是安尼。其实今日这个代志，讲有未爆弹，好，我嘛知道有未爆弹，大家拢知道有未爆弹，但是未爆弹就是不会爆炸，因为没有人会去引爆。哦，美国查了，好，我甲大家保证，美国查了。今日其实这个案件发生一开始，大家都心内都知影，会查较对。就简单查个林义士违纪嘛，到林义士从这个林义士收钱，就从他收钱这边的到家，下面人钱摕给伊，吼啊伊呐钱摕出去会查袂，袂阁查啦，因为伊的钱为伊遐阁流出去，遐都已经袂煞，那就没完没了。包括从中联人到中钢。中钢后面还有谁？到底是谁去分了这些钱？那些都不会查了。很简单，钱就到林义士为止。到此为止。我老公跟林义士，跟林义士垫个真深。好，跟白拖卡啊，不要拖，绝对不可能，个拖出去啊。绝对不可能。所以为这头跟我们中为止，才就停起来啊。我们中去收钱，伊就无做啊。对不对？吃红啊，我看狗啊，仅仅是补税安尼尔，对不？啊，无其他的问题啊，所以各家就别个查。这边呢？为林一社、甲中联、中联、甲中共，即个过去查什么人收钱？你看对官的态度，你就知影嘛，对不？问个都返去啊，请回啦。上官的态度，嘿啦，都请回啦，请你返去啊。聂春贤的态度了，绝对不会再查了。所以我当家甲大家保证讲，大家较安怎去期待，还是大家较安怎去要求去约，甚至讲什么马英九会去用这个物件去甲。这个吴敦义拆掉做一个防火墙，我迄绝对无可能。今日郝龙斌讲这句话就是一个讯号，就是甲大家讲好啊，到此为止，到此为止。讲你只国民党咧，其他咧想康想胖咧，笑笑拢好啊，拢到这就好啊。好，因为郝龙斌出来讲这话，绝对不是偶然哦，绝对大家要注意讲。真侪人咧讲什么马英九掰卡咯，讲马英九这个已经无，这真侪人哦，个国民党内底会变啦，会啥？那个都不了解国民党，完全是马英九控制。现在大家在拼的是马英九甩后马英九时代，谁可以冒得出头？大家阿哥咧看马英九讲，马英九要点个我，还是要点个什么人？所以大家咧计较咧比较是假的，是该有的是用塞奶，有的是用讲该呛声，有的是该宣誓效忠。每一个人都有无同的方法，爱甲马英九讲，请你目睭爱看到我这来，因为我有存在，吼，我有啊，有的人选择点点，朱立伦拢无恭维，所以他每一个都有不同的态度，向马英九在表态。表什么态呢？不是说你马英九要下台，说我要取而代之，不是，是你马英九后马英九时代，你要点到谁，那个人你要看我。吴兄，其实里面还有一些奥妙的地方了，因为朱立伦是马英九喜欢的，郝龙斌不是马英九喜欢的，真的。那郝龙斌是跟吴敦义是结盟嘛？哦，所以他当然要对郝龙斌要好好，郝龙斌要对吴敦义要讲几句话，是不是？那当这个胡志强开第一枪的时候啊。哇！整个国民党说：“哎，要团结，要团结啊！”后来有一位我们的好兄弟，有点二百五的感觉，叫陈明义。哦，陈明义，他出来哇，第一声号角，秦王哦。从那天开始，这个气氛，你看，其实台北市议的里长啊，很多人一开始去干什么？要秦王嘛。他所以这个他是白目吗？还是安排的？我想类似。我那天问他，他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。哦。但这里面其实你现在秦王什么意义？没有意义嘛。如果国民党。大多数沉默的党员都不支持这个事情的话，这个王秦那边干什么？表示王不喜了才要秦嘛，
对，危险啊。来，咱来听一下观众朋友意见。高雄柯先生，许先生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多谢啊，感谢您车啦。你车逐天个追车哦，啊，无就贴证书个哦，咧你地方袂大啦。我的感觉是安尼啦。啊，你若讲啊，五万公斤要甲伊拔落哦，啊，无可能啦，这是无可能啦。啊，标准都两套，啊，都永远都办袂好，要哪怎办啦？啊，你啊，国民党。啊，国民党啦，讲啊，虾米公正，啊，伊当面对大陆，坐伫台湾来啊啦，对唔对？啊，你个烧，啊，一个大陆当时伊拍拍到尾啊，嘛是讲退去，啊，都咱这台湾人哦，真正，我安怎讲呢？我怕台湾人，大家都是爱放假吼，咱个万华吼，放假的张先生来，张先生你好。哎，主持人你好，各位来宾大家好。哎，你好。我主要是对那个陈启祥的一个人际关系的一个讨论。是，那像陈启祥啊，他在高雄开地勇公司，我上网去查，他应该是从民国84年就成立地勇公司到现在。嗯，那他承接那个中钢的炉渣事业，可能应该也有好几年的时间了。嗯，那他不太可能对高雄说谁可以帮他牵线做那个炉渣中介的这个人脉，不晓得。所以他应该是想透过吴文忠这一条线去接触到那个吴敦义，然后透过吴敦义再去做他这个炉渣中介的工作。这是以上是我的意见，谢谢，谢谢哈，吴院长哈，阿姨那里要走这股，照理讲，当地的立法委员应该要有熟悉才对啦哈，千里迢迢走到南投去，哦，咱观众朋友拢讨论哦，大家知影。主要是要找行政系统，有人跟你讲，应该嘛是安尼。来，高雄林小姐，林小姐你好。首先哈，我要强调一下哈，我们是一家族，都是深深的蓝哈。但是因为这一次林义士事件哈，让我们看到那个特侦组的能力，以及吴副总统的说法，让我们深深的受伤害。尤其看到特侦组的他的办事的那个步调啊，简直让我们。就是让我们百姓说，哎，我就是摆得这么慢，你们赶快这些有犯罪的人，赶快去湮灭证据哦！我有机会，我有时间让你们去毁灭你们所犯的证据。那也让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认为说，哎，我们是不是要去认识一个这样子的人，我们才有1000万的那个赤红可以拿？让我们非常的不平就对了啦。我们很希望说，我们的执政党能够对这件事情来办，真的拿出他的魄力来办，让我们恢复我们这些对你的支持者对。恢复对你的信心，这是以上我们小老百姓的心声。好，谢谢。我相信马总统应该也听到哈，我相信马总统的幕僚也应该在监看很多的节目，来听人民的意见哈。他讲过，政论节目跟 Homestay 是一样的，他可以得到很多很多讯息。希望马总统有听到。来，综合陈小姐，等休假你有？陈小姐，喂，哎，您在？喂，你好，哎，请讲。喂，我是陈小姐。是，哎。那个徐律师，各位大家好。还是。你把电视机的声音转小声，这样就不会有回音。哎。那个吴敦义哦，是咧讲白贼的。嗯。哈。你去。啊，我希望讲哦，咱民进党哦，爱较勇敢的，咱嘛来办一个反贪腐啊。嗯。来，甲你来迄个做啥？凯特兰大道甲办一个反贪腐啦。嗯，好，多谢吼啊，多谢咱的陈小姐吼。我甲大家拜托一下吼，就是讲咱啊口音的电话，你开始电话接起来的时阵，你会记得电视机的声音就甲准调。啊，准调了，因为你用电话咧甲阮讲，你就听到阮咧讲啊。你有听到电话中听到阮的声，安尼，你的这個电视机就袂回音，没有回音你就不会。断断续续，因为你咧听回音，你会叫是讲要讲完，再去讲，讲完再去讲，安尼会断掉，吼、哦、啊！借这机会甲大家拜托，吼、哦，咱来接口音的时候，会记电视的声音要准到细声。来，咱即马休息，后阶段咱继续。